套被丁零点时间的洗礼，记载了全部的足迹。心上擦过，双手双目在追溯与观摩着，那年来映照着的是一点点的痕迹，那一点点慢慢呈现从微小的都明确的，在虚幻里成形，重复变化，重复取代，着急却找不着，焦急只剩下一片凌乱，那是对未知的兴奋，还是对沉缘的溺爱？未知，也许答案一直看不见，也捉不及。以为是找到了，以为是找对了，以为是记得住了，以为是路不走了。认知、信念、抽象的构想、虚浮的记忆，那么流逝是一个选择，还是一个自然定律？你想要找到什么？一条人生。你想要记住什么？佢覺得好凍，山開始顫抖，甚至發抖。
佢哋好努力咁去生存。佢哋望住咗我，嘴角戚一戚，笑咗一笑，係微笑。佢哋生活急促，步伐忙碌，無意識咁喺度穿插。佢哋點餐要求特別多，腩肉炸醬三小粒，紅燒酒條小雞，魚蛋燉肉青啦。佢非常有創意，仲有好多潮語。2021明鏡就明。2020底褲口罩。2019港鐵。2018粟米綠粒飯。2017男人的浪漫。2016重要嘅事情要講三次。2015貴姓啊陳生，我叫俊偉。日夜都在那裡過，很大壓迫感，我看不到盡頭。他們觀察著前方的兩旁梯，有些人很好奇，有些人就留在地下那攤樹葉。密集，很乾，開始缺氧。我見到他出口，然後我飆了出去，但發現和剛才見到的東西是一模一樣。他們經常超時工作，他強調自己香港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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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仲可以做到啲咩？記憶、繁忙、感受、未知、未知、記憶、未知、感受、記憶、未知、繁忙。5689慢慢的煙味夾雜住一啲化學物質，
取向前行。以為是找到未知，以為是找啱了感受，以為是記得住黑白，以為是帶不走的記憶。記住的並不可以很實在地掌握在手裡，如果只是一份認知、信念、一段抽象的構想、虛浮的回憶，
Thank you.